他是唱有嗓子，念有嗓子，坐有戏，打也可以打。他牛先生梅先生最要紧的一点是他唱什么他入戏，他扮上这个戏，扮上去上了场，就不再是梅兰芳了，就是剧中人了。而且怎么也找不出他是男演员，找只是有意识的找也找不出来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柔。